您好，我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招生部门的主任郭怡君博士，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您介绍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以及本学院所提供的学位项目。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是由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设计学院、艺术媒体工程学院以及电影舞蹈戏剧学院等五个学术单位组成。原先的建筑设计学院和美术学院在1964年独立创立，2009年双院合并，成立了今天在这里跟您介绍的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每年我们大约有4500名学习艺术和设计的学生入学，其中80%为本科生，20%为研究生。本学院提供50多项与艺术、设计、建筑、音乐相关的本科项目，以及70多项研究生项目。在这些优秀的艺术设计项目当中，有一半以上在全美排名前20名。除此之外，每年平均大约有50万人次参与由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独立举办，或者是与地方文教机构、政府、企业合作承办1000多项的精彩文艺活动与表演。绝大部分的赫伯格艺术设计学位主修项目，除了要求学生提交完整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入学申请表、合格的托福成绩以及4年的高中成绩之外，还需要学员们通过额外的审核流程，例如面试、试演、成就和技能评估。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的课程设置结合了发扬传统与建立现代文艺知识和技巧的理念，为学员们建立坚实的文艺学术基础。本院提供完善的表演设施、多元化的专业发展机会以及以现代化科技为动力的教学环境。我们国际著名的师资团队坚持不断地鼓励学员们，除了在他们的主修专业上精益求精，更希望他们通过跨专业的项目合作课程来学习，并借此开拓更广的平台，来让学员们展现他们的才华与实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美术学院是全美国规模最大并深受国际赞誉的美术学校之一。优秀的教授团队着重于开发学生个体的艺术才华，并启发学生独特的创作力。专业教授不仅是学员们的最佳导师，也是他们终身志同道合的学习好伙伴。美术学院提供多项美术学士和学术文学士的项目，这些项目涉及了美术教育、陶瓷创作、织物结构、跨媒体创作、绘画、摄影、版画制作、雕塑、美术史、博物馆研究管理和美术研究等专业。美术学院里有5家画廊，全年展览学生作品。除此之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专属艺术博物馆和陶瓷研究中心提供在校生与教授们许多难能可贵的学习研究机会。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的教学理念与目标，致力于发扬艺术和设计专业的传统，但不拘泥于历史，积极拥抱未来。我们坚信，由本院培养出来的新型人才，将有助于推动创新的商业企业，并在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影响力。我们期望，由本院精心教育出来的设计师、演奏家、艺术家、表演者、建筑师或者是文艺学者，都能善用他们的创造力与实践能力，并为未来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整体文化的软实力、建立和谐繁荣的世界和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传播努力做出贡献。希望通过这段视频，让您进一步的了解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赫伯格艺术设计学院的特色、教学理念以及学位项目，更希望您有机会看到全体师生是如何一起努力达成他们的理想与目标。如果您对我们的项目或者是录取流程有任何疑问，欢迎您直接与我联系。我的联系方式请参见屏幕底端。
我很期望能够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园里欢迎您和贵校学生来访。最后，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您的观赏，再见。